什么？唱两个小时，钱难赚呢。然后谢谢很多人啊，包括这次筹划，这次很像竞选的演唱会。因为你们对竞选演唱会的感觉又不太一样了，会有一种正面阳光的感觉。好，我们的台湾好基金会有在吗？哎，那个凯洛姐不在，有啊，就是她把我有吗？有吗？有吗？对，她把我随便讲的话实现了，然后真的很不可思议，结果今天还是很多人来，谢谢你们，不知道你们从哪里来的，然后谢谢你们，喜欢吗？喜欢。好，然后我会坚持我自己的梦想，我真的很想要在自己的家乡，然后都兰，然后办一个全部都是用阿密斯的演唱的演唱会，这样当你们有机会到都兰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出国，有没有？给他听不懂嘛，然后坐火车票就可以出国，有没有？对，只有都兰办得到。然后不晓得这个梦想还距离多远，但我一直一步一步的教着这些弟弟妹妹们，就好好学母语，认真学我们这个歌谣，然后也找了很厉害的老师 DJ 何必，还有吉他手小龙，一起努力把我们的音乐做得更好啊！接下来有一首歌我想要教大家唱，这首歌有一句话很重要，就是你们会讲，你们会讲那个几个族群的我爱你啊，几种语言的我爱你，你们会讲吗？英文的没话讲吧，英文都会讲吧，英文叫 I love you，台语叫我爱你嘛，我爱你，还有什么？还有日语哦，爱西德鲁嘛，我有会啊，伊斯马德莫啊。那阿美族的会不会？我教你们讲阿美族的我爱你，很简单，阿美族的我爱你叫马乌拉海嘎古迪苏瓦难，很简单啊。那么吼啦，吼什么？马乌拉海，嘎古，迪苏阿难，马乌拉海就是喜欢的意思，喜欢的，嘎古，嘎古就是我，然后迪苏阿难就是你的最高级，我只喜欢你这么一个，马乌拉海，嘎古，迪苏阿难。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好不好？年轻人，好不好？坚持，好好学嘛，对不对？马乌拉海，嘎古，嘎古，迪苏阿难，迪苏阿难。好，那用唱的可能比较简单哦。老师弹钢琴，后来发觉音乐老师教我们小学生很辛苦，因为真的边唱边唱很难。海嘎古，马乌拉海嘎古，马乌拉海嘎古，迪苏阿难，马乌拉海嘎古，马乌拉海嘎古，马乌拉海嘎古，迪苏阿难。你们呢？来。简单吗？有机会到阿美族的部落啊，哇！如果你会讲这句话，应该吓到我们很多老人家。这句话不好讲，阿美族母系社会啊，所以比较含蓄啊，表达的字就会很长啊。马乌拉海嘎古迪苏完了，还没讲完，请你就。
但是如果他认真把你这句话讲听完，就代表他真的爱你，这样懂哦？嗯，所以有机会，如果你跟你很相爱的人啊，不想让别人知道你们在表白的时候，你就可以讲这句话，这样，这样好用吧？哦，好用。好，那就带来今天最后一个证件发表。哎，苏明恩准备当选。带来这首歌，马乌拉哈高库迪苏安嫩，我爱你。
史密，谢谢大家，晚安，拜拜。小龙 ，Happy。各位在座，不行，苏敏，你还不能离开。在你还没当选之前，我是不会让你下台的。好，那我们，好，这个动线很酷，就是这样的，就是恭喜你今天演唱会顺利成功。我们先握个手好了，耶，我握到苏敏的手了。好，然后我们台湾好基金会就是今天晚会有准备了一个当选奖杯要送给你，恭喜你当选。对，那我们是不是请我们的那个不用这样嘛，就美姿美仪小姐出场，真的当选。好，那我们现在进行颁奖典礼，可以转换台语吗？哦，不要好了啦，我们要弥补那个选举过后的伤痕。那恭喜苏敏，为地方付出这么多。好，颁奖典礼，好。那我们这个奖杯里面有装神水啊，我们就一起干了它。那本人代表台湾好基金会用养乐多跟你干了这杯。大家干杯！好，苏明恩，苏明恩，苏明恩，好，我们请苏明恩。应该喊 uncle 啦，不好意思。好，苏明恩 ，uncle， 苏明恩 ，uncle， 苏明恩 ，uncle。好，掌声欢迎苏明恩。谢谢大家。还要几点啊？小朋友的妈妈他们来了呢，他们要接他们走了，可以 uncle 吗？妈妈？咦，他们聊起来了。我问你们的儿子可以放在这里再唱一首吗？可以哦，好吧，好，那就 uncle 咯。好，欢迎宝宝们。你们掌声之后都很冷静的。等一下还要赶快去把他们送回去都兰啊，心情复杂哦，刚刚在台上光辉嘛哦，回家被妈妈打屁股。好，然后有一首歌都沙哑了，我都沙哑了，冻蒜。这首是阿美族经典名曲，你们应该会唱。好，我们给他改编，很像有点像圣诗一样的。会唱就一起唱哦。阿妹，可以啊，这是经典民谣。有星星的日子，我一定会想到你们。带来这首歌，我心中的纳鲁湾。纳鲁湾，纳鲁湾。Oh yeah.
安哥，自己喊安哥。好了，我们其实有准备两首啦。哎，那个先走的你们啊，进不来啊，再买一张票。好，然后有一首歌是那个《都兰》里面很常传唱的传唱，不要玩了，老师会生气，害我讲错话。常唱的一首歌啊，就阿美族有一种唱歌形式，就一个领唱，许多人搭唱，他搭唱的只要反复同样的一句这样，然后我当领唱哦，然后。好，这些巴格龙爱弟弟们，他们就唱打唱，你们一起学哦，好吧？哈乌哎呀那咿呀哦嗨呀，哦嗨呀咿呀哦嗨呀，嗨耶呀我咿耶呀，哦嗨呀咿呀哦嗨呀，哈乌哎呀那咿呀哦嗨呀。八个字，来练习。哦嗨呀，也教到告诉他们怎么唱。哦哦，来呗，去。哦嗨呀，咿呀，哦嗨呀。会唱的人，你怎么笑那么开心啊？救命啊！好，哎，要学哦。好哦，现在教你们都是绝招，就是你们暑假来的时候。阿美族刚好最多人回家的时候，刚好是我们的过年哦。但每个部落的过年，哎，这个很像选举的声音，哎，那个部落的过年的时间都不太一样啊，所以你们会唱的话，搞不好就在部落里面听得到这首歌这样。然后啊，如果你们口袋还有剩下一点点还用不到的钱的话，外面有卖宿命的周边商品。然后也算是小额投资啊，啊，我就可以有能力可以好好照顾这些弟弟妹妹们这样，啊，因为没有妹妹都是弟弟，啊，妹妹他们在台下，今天也有几个部落的那个妹妹他们有来看，在哪里？都兰部落的感应在哪里？感应，那边，哎，躲起来了，小姐，感应就是小姐，啊，他们躲到那边哦，对啊。很害羞，下次换他们，然后把他们带出来，带出来给大家看一看，感觉好像看小姐很奇怪，没有，就是出来给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练习的一些小小的发表这样，然后也感谢这么多人支持我，然后我们会继续努力，啊，就带着这首歌石头歌一起唱好不好？好。